Word 2007如何输入生僻字。在 Word 2007中使用拼音输入法时，可能会遇到个别生僻字，我们无法正常输入，怎么办呢？几分钟啊，教你解决。你将需要其他符号命令。第一步，我们以输入下字为例，可以先在文档中输入土字，然后选择土字，点击菜单栏的插入符号，其他符号，则弹出符号对话框。第二步，在弹出符号对话框中，把字体设定为普通文本，子集定为 CGK 统一汉字，就可以看到窗口中列举出一些与土相关的生僻字，选择下，点击右下角的插入即可。你知道吗？常用汉字包括1006个在小学中教授的汉字和939个在中学中教授的汉字。